贵州人吃辣椒。东北人吃辣椒。广西人吃辣椒。抖音。抖音。哥，给我搞点辣子来喽！来。哥不够辣呀，再帮我把点辣子过来。够了没有？还是不够辣。你是吃辣椒还是吃面吗？还是不够辣，我要变态辣。够不够变态辣？够不够变态辣？够不够变态辣？抖音。哥，今天吃螺丝，这是你的。点吃不饱啊，我再找点吃。来吃我的螺丝喽。吃饱了。抖音。吃饭了喽。抖音。哎，老板，这鱼子不错啊，送你了。这是好东西。没事，正好找辆 APP 高价回收旧手机，我用了两年的手机居然还能值这么多。点评论区链接，你也赶紧去估估价。鱼子酱还好吃。下次再拿点。抖音。今天可是非常好吃喽！你可好毒啊！哪个就对你吃下去啊？你个猪八子，非常味道你不懂。哇！二等奖。顶不了就不成，顶不了就不成。哎呦！哇，这味道真是绝了呀！抖音。抖音。